这一集视频呢，为大家介绍这个红冰 Fish Head Noodle House， 坐落于吉隆坡的市中心。店家内部的装潢非常特别，整间店内部富含着浓浓的古早味。这里的饮料非常好喝，点了一杯浓郁的咖啡冰，芋头米粉非常好吃，汤非常的浓郁，用料非常新鲜，价格非常合理。还有其他的配菜，就是这个鱼皮，香脆可口，一片接一片，停不下来。点了一份生熟蛋，还有烘面包。生熟蛋是我们的国民早餐，配搭着酱青还有胡椒粉。值得推荐的是，这里的环境非常漂亮，是一个很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喜欢吃鱼头米粉的朋友们，千万别错过了这一间非常好吃的鱼头米粉。